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军队紧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步伐，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阔步前进。历史总是在时间的坐标中展开壮丽画卷，2019年注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光辉印记。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向左加油，56门礼炮，70响轰鸣，如同新中国70年砥砺前行的铿锵足音，传递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坚定意志。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人民军队朝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奋勇前进。全军官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在强军兴军征程上迈出历史性步伐。
全国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此时此刻，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自豪，都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衷心祝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要永保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这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关山重重的新征程，离不开登高望远的领路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我们戮力强军兴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令员尹晓光。开始。收。这次国庆阅兵增设了一个庄严的仪式，习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前向三面光辉的旗帜行注目礼。
同志们好，恭喜胜利，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谋。同志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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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同志们好，同志们好。这次国庆阅兵，编有59个方队梯队，受阅官兵近15000人，受阅各型飞机160余架，装备580台套。同志们辛苦了，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建设成果。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谋。敬礼，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检阅车徐徐前行，官兵的目光紧紧追随。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习主席的亲切问候，受阅官兵的响亮回答，传递着统帅与士兵心连心的真挚情怀。同志们好，恭喜好。山呼海应的交响汇聚起气壮山河的磅礴力量。同志们辛苦了，撼天动地的应答激扬起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敬礼，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敬礼，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习主席乘检阅车驶回天安门途中，
受阅官兵齐声高呼强军口号，他们用最响亮的声音发出最豪迈的誓言，中梯队分别在华北各机场受命起飞，光荣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飘扬在天安门上空。空中护旗梯队拉开了分裂式的序幕。20架直升机汇成巨大的70字样，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70年光辉的历程。高擎党旗、国旗、军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方队阔步走来。人民军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领导指挥方队接受检阅，来自全军领导指挥机关的27名将军和325名校尉军官，展现了改革重塑后的崭新面貌。陆军方队正向我们走来，加油！看，
机动作战，立体攻防。人民陆军正加快实现由区域防卫型向全域作战型的转变。海军方队接受检阅，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防卫，与新中国同龄的人民海军一路劈波斩浪，纵横万里海疆，勇闯远海大洋。军方队阔步走来，搏击长空，逐梦蓝天，与共和国一起展翅高飞。人民空军正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迈进。火箭军方队正向我们走来，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是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战略支援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战略支援部队在改革强军中诞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联勤保障部队方队走来，联勤保障部队作为联勤保障和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主体力量，正加快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武警部队方队走来，多能一体，维稳维权，维护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武警部队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英姿飒爽的女兵方队走过来了，352名女兵
来自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铿锵玫瑰荣耀绽放，为强军兴军贡献智慧力量。向科研方队走来，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军事人才培养和军事科研工作开创新局面。文职人员方队首次亮相天安门广场，伴随人民军队改革重塑，各方面优秀人才汇入强军方阵，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备役部队方队正在走来。预备役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与现役部队一体建设运用，稳步推进。宛若火红的云霞，民兵方队映入眼帘。他们来自首都各行各业，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始终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维和部队方队阔步走来，加油！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官兵最多的国家，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轰鸣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装备方队动地而来。32支装备方队编为7个作战模块，按照联合作战编程接受检阅。今天受阅装备全部为中国制造，40%为首次亮相。100面鲜红的战旗迎风飘扬，由全军荣誉功勋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队正浩荡而来。领队为5大战区主要指挥员，各战区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号令，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向右看，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100面铁血战旗，100首英雄赞歌，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一面面不朽的旗帜，必将伴随着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机动作战，勇往直前，路上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加油，看！首先驶来的是坦克方队。22辆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国产主战坦克快速机动，突击攻坚，地域控制，进展陆战之王的磅礴气势。紧随而来的是轻型装甲方队。是新型轻型坦克，04A 式履带步战车，是陆上应急作战的急先锋。现在驶来的是2栖突击车方队。05A 式2栖装甲突击车是海上登陆作战中突击上路夺点控要的主战装备。空降兵战车方队正在驶来。快速机动，远程直达，纵深打击，以空制地，在联合作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自行火炮方队震撼入场。相势火箭炮及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155车载加榴炮是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反坦克导弹方队昂首而来。红箭矢反坦克导弹可精确打击地面目标，抗击低空低速的飞行目标。特战装备方队接受检阅。加油，看！全地形车机动灵活，空中突击旋翼机展翅欲飞。两型装备是破袭突击、出奇制胜的拳头力量。
紧随而来的是武警反恐突击方队。向右看，反恐突击车和防暴装甲车是武警部队应对突发事件、打击暴恐活动的重要装备。乘风破浪，向海图强，海上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首先驶来的是岸舰导弹方队，加油看！鹰击十二 B 岸舰导弹，担负打击大中型水面舰艇任务，是沿海防御体系的坚实盾牌。舰舰前舰导弹方队正在驶来，加油看！鹰击十八和鹰击十八 A 是新一代反舰巡航导弹，是海上联合打击体系的尖刀利刃。舰载防空武器方队，加油看！受阅装备为海红旗九 B、红旗十六、红旗十和万发炮，构成远程、中程、近程和末端对空防御体系。驻盾长空，御敌千里，防空反导模块即将接受检阅。预警雷达方队，加油看！英雄雷达兵，祖国千里眼。接受检阅的新一代高机动多功能雷达，能够远程探测、稳定跟踪各种空中目标。地空导弹第一方队，加油看！红旗九 B 远程地空导弹和红旗二十二中远程地空导弹，能够拦截多种空袭兵器。地空导弹第二方队，加油看！八套红旗十二 A 地空导弹，四套红旗六弹炮系统，有效提升要地防空能力。野战防空导弹方队，加油看！受阅的红旗十七 A、红旗十六 B 两型防空导弹，为野战防空提供了多种手段。信息主导，体系制胜。即将接受检阅的是信息作战模块，首先开过来的是信息作战第一方队，加油看！信息侦测、数据干扰作战车组是无形战场上的神兵利器。信息作战第二方队，加油看！
三型侦察干扰车和区域拦阻式干扰车，为赢得复杂电磁环境下战场主动提供坚实支撑。信息作战第三方队，向右看，频谱监测车、无线电接入节点车、卫星通信车和散射通信车，为联合作战提供可靠通信保障。信息作战第四方队，向右看，气象水文观测车、地形勘测车、预报保障车、测绘导航车，观天测地，保障作战。智能对抗引领前沿，无人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无人作战第一方队，向右看，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侦察校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和中程高速无人机，实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引导火力打击。无人作战第二方队，向右看，攻击二无人机火力强，攻击十一无人机实施常规战略打击，反辐射无人机可压制摧毁防空预警系统。无人作战第三方队，向右看，上天入海，纵横驰骋，两型侦察干扰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潜航器亮相阅兵场。联合作战，保障先行，后装保障模块即将接受检阅。补给供应方队，向右看，野战进水车、野战站台车、运加油车和主食加工方舱等新型后勤装备，助推我军一体化保障能力不断跃升。抢修抢救方队，加油看，野战手术方舱、装备抢救车、拆装修理车、装甲抢救车和装甲抢修车，组成现代战场人与装备的移动医院。大国长剑，浩荡东风，战略打击模块即将接受检阅。东风十七常规导弹方队，加油看，首次亮相的东风十七常规导弹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特点，可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长剑一百巡航导弹方队，加油看，长剑在手，赶赴苍龙。这型巡航导弹精度高，射程远，反应速度快，
东风二十六核常兼备导弹方队正在接受检阅。向右看！这型导弹具备跨区域、无依托机动发射能力，可对地面、地下、海上多种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巨浪二导弹方队开过来了，加油看！这型导弹是新一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承担国家海基核威慑重任，潜匿深海，悄无声息，巨浪奔腾，威震海天。东风三十一甲改核导弹方队，加油看！这是我国第二代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担负着威慑、震慑与核反击作战的重要使命。东风五 B 核导弹方队，加油看！东风五 B 洲际战略核导弹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重器。压轴出场的是东风四十一核导弹方队，加油看！东风四十一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从弹道导弹到巡航导弹，从常规导弹到核导弹，这一条条巨龙或隐藏于漫漫山野，或潜伏于茫茫大海，一旦出征就是壮怀激烈，一旦发射就是雷霆万钧。这是支撑强国、捍卫和平的坚强后盾。振翅长空，傲视苍穹，空中梯队即将接受检阅，领队及梯队率先飞临广场上空。空中梯队接受检阅。空警2000预警机，由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八架歼十飞机护卫两翼。七道彩烟，寓意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光辉历程。指挥机梯队飞过来了，空警500、空警200预警机和运8止通机，分别由四架歼击机护卫，编成3个5机歇队依次飞来。长空千里眼，云天中军帐，国产预警机指挥控制、预警探测、识别跟踪能力稳步提升。海上巡逻机梯队分2批次飞来，空警500H 和首次亮相的运8反潜巡逻机组成第1协队，空警200H 和运8技术侦察机组成第2协队，巡天岛海，守护海疆，他们
是维护国家领海领空安全、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运输机梯队飞过来了，受阅的运20和运9都是国产新型运输机，有鲲鹏之称的运20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可执行长距离空中运输任务，我军战略投送能力登上新高峰。支援保障机梯队飞过来了，运9通信对抗飞机、心理战飞机、医疗救护机和运8远距离支援干扰机、电子对抗侦察机、电子侦察机6型特种飞机混编为2个3机歇队，支援保障飞机的列装，有效提升了我军联合作战能力。轰炸机梯队呼啸而来，3架轰6N、6架轰6K 分为3个3机歇队，第一次亮相的轰6N 为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可进行空中授油。两型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防区外打击。加授油机梯队飞临天安门上空，轰油6伸出长长的输油管，为歼十 B 空中加油。此刻，授油机距加油锥套只有5米。长着翅膀的加油站，让中国航空兵飞得更高、更远。舰载机梯队接受检阅，5架歼15战机掠过天安门上空，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海天之间，带到了航母的甲板上。航母，现代海军的重器，舰载机，航母编队的刀锋。战鹰翱翔，歼击机梯队进入视野。5架歼20、5架歼16和5架歼10C 组成3个歇队，从亚音速到超音速，从常规飞机到隐身战机，不断壮大的歼击机家族，为夺取战场制空权增添了制胜砝码。陆航突击梯队呼啸而来，40架直升机宛如整齐的雁阵，出现在10里长街上空，飞旋的铁翼为陆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教练机梯队接受检阅，受阅飞机由5架教10、5架歼教9和12架教8组成。这几型飞机主要承担飞行员培训任务。庞大的机群掠过，划出7条美丽彩带，向共和国70华诞献上生日祝福。梦想在召唤，伟大祖国前程似锦，奋进新时代，人民军队阔步向前。
装点次关山，今朝更好看。新时代的人民军队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